花兄莫要取笑段某，你那九龙杯可是当世奇珍。再宝贝也不过是个杯子而已，怎比得了金枝玉叶的公主殿下？道圣之名，段兄你当之无愧呀。这个给你，应该能换些钱。难道公主殿下就不怕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吗？你看到一个锦衣卫跑过来了吗？呵，太臭了。哪里臭了？糟了，锦衣卫的阴爪们，见识一下真正的地狱明火吧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，饭桶废物，饭桶废物。一夜之间，恶僧在皇宫放火，险些烧死朕的爱妃。那人妖，他不仅盗走九龙杯，还坏了朕的名声，让朕情何以堪。九公主和她的贴身宫女全部失踪，有传言是被那采花贼掳走。你们北镇府司就是这么护卫朕、护卫进宫的吗？臣罪该万死。王通，罪臣在。北镇府司护卫不力，理当处罚。但时下正是用人之际，朕准你们戴罪立功。袁孝之殉职，实在是朕的损失，社稷的损失。这北镇府司暂时由你来执掌，务必给朕缉捕三道，找回公主。谢陛下，臣已经命人全程搜寻公主和三道下落，势必将三道缉拿归案。只是这指挥使之职，有话直说。啊，微臣戴罪之身，不敢领受指挥使之职。南镇府司镇抚使纪大人，无论武功威望，那样样都远远的高过于臣数倍。臣斗胆推举纪大人领指挥使职，统御南北镇抚司，微臣必将全力协作，请陛下圣裁。此言有理，南北镇抚司一向不和，若能够摒弃前嫌，通力合作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请。臣在。朕命你暂任锦衣卫南北镇抚司总指挥使，特赐你金牌一枚，可查文武百官，可调五成兵马。三日之内要是还没有公主和三道的下落，就不要怪朕无情了。臣领旨谢恩。下去吧。爱妃，还是你知道心疼朕，这些家伙只会惹朕生气，连朕的妹妹都弄丢了。皇上心疼妹妹，那臣妾也心疼哥哥呀。朕本来也想让王通接管北镇抚司，可他自己推掉了。而且他说的有道理，季英确实比他有资历一些。这些朝政臣妾怎敢多嘴，臣妾只是心疼我那老实巴交的哥哥让人欺负了。不会不会，爱妃放心，谁敢欺负朕的大舅子啊。阿九啊，阿九，你在哪里受苦啊？河东飘远了，追不上了。
船？船家，小船借我一用。接着。谢谢你，船家。不用客气。啊，在那里，好多好多。河水逆行，河道之下必定藏有机关。原来所有的河东都会来到这里。段大哥，谢谢你带我找到这里。殿下心愿达成，为何看起来有些失望？我小的时候曾经以为这些河都能飘去更远的地方，离开京城顺流而下，也许就能看到大海。我真傻，所有的河灯也只是停在这里，风吹雨打过后沉入河底，化作淤泥罢了。并不是所有的河灯啊，殿下看那边。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追上去便知。囚犯敢偷听我们说话，你活腻了。哎呀，我真不是故意偷听的。哎，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是想走也走不了啊。你是？哎呦，哎，这不是那天晚上力战千面狐花道长，和那个妖道大战了300回合不分胜负的小兄弟吗？哎呦喂呀，我可算是找着救星了呀！这家伙你认识啊？他说什么力战千面狐，真有此事？好像是有吧。什么大战300回合？明明是一下就着了千面狐的道，这么丢人的事可不能让小亭子知道。小兄弟啊，哎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遥想昨天夜里咱们二人一同战那妖道，你机智果敢，我立刻。好，我记得你。你怎么会给关在这儿啊？还有你的衣服呢？哦，那个小兄弟，能不能行行好，先把我给放下来再听我诉说冤情啊。变态。那千面狐偷走我的腰牌和官服逃之夭夭。哎，可是那个徐灿他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抓到这里来，非说我是那只狐狸的同党，这简直就是千古奇冤呐。哼，徐灿那小子一心就想着邀功。这么说这家伙不是变态？宗齐大人，在下武城兵马司的巡城校尉石瑶山，为人品行端正，一身清白，至今未婚，就连姑娘的手都没摸过，绝对不是变态。油嘴滑舌，刚才你说你知道鬼街在哪里，此话当真？当真啊，我家就在鬼街，我再熟悉不过了。不过这鬼街只在夜里掌灯时分才会出现，没有人引路的话，寻常人一辈子也别想找到入口。哎呀，你快说入口在哪里啊。说不得，只有我带着去才行。我可以放你出去，但是
你要带我们去鬼街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哎，就等着兄弟你这句话呢。哎呦，嘿，哎，你别看了，快走。叶小棠，从那儿走。哎，叶小棠，刚才跟着你们的是什么人呢？怎么一转眼就没了？和你无关。嘿，袁小棠，我还算是你的上级，你就这么跟总旗大人说话？徐灿，指挥使曾许诺，若能赢他一招半事，小棠就可以单独办案。那天众目睽睽，大家都在场，你已经不再是他的上级。切，还指挥使的叫呢？我没心思和你这丫头斗嘴。新任指挥使刚刚到了，让所有人都来演武场集合。我倒要看看你小子还能嚣张多久。你说什么？我爹生死不明，这么快就行官上任？王副使在皇上面前只三言两语，就让季某背了你北镇府司的黑锅。现在的小家花子是真没规矩。哦，等一下，拿去买点吃的吧。袁小棠，你这个内鬼，竟敢串通三道！说我袁小棠串通三道，这话谁信？你早上抓的那个是我的线人。哎，你脱去袁小棠的飞鱼服，摘去她的绣春刀，逐出北镇府司。是大人。锦衣卫小剧场。太短！你们说说，为什么这么短？百姓们上书请愿，苦等一个星期，吃个泡面的功夫，片子就播完了，真的是太不过瘾了！这给你们播的银子呢？臣罪该万死。制片，罪臣在。我命你们制片每集做一个小时，每天更新两集，
我看谁还敢说短。报告老板，我们的制作经费不够啊。钱花哪儿了？编剧太过挥霍，长经组三个月才做好的天书阁刚出场就被明火僧给炸了，全身上下都在燃烧经费的原指挥室没演几集就被写死，模型师当场哭晕在厕所呀。还有那花道场，不知为何竟能一季换几套造型，而我们锦衣卫到现在只有一身衣服，这不公平啊。依你所言，是说朕的编剧偏心了？好啊，导演，臣在。下集开始，朕命你们收缴明火僧全部炸药，后面的打戏找些 NPC 小圈圈砸去吧。还有，缩减花道场的服装经费，让他勤俭节约，艰苦朴素。老板英明。下去吧，下去吧。是。你呀，千万不要往心里去，这些家伙只会甩锅，我才不相信他们说的话呢。报告老板，我们编剧呀，只想让故事好看点嘛，一不小心就……再说了，哪个大制作不一上来就炸几栋楼啊？不怕不怕，你们放心，把皇宫炸了，朕也给报销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这世界很酷。